上面，去阳台了，去阳台了。这一楼楼不在，一楼车里面，倒了，车倒了，车倒了。二楼，给我个包，给我个包。救人！抓的，快救人！站着。我看错人了。操你妈！他骂人。 前面摩托还有两个人，前面摩托两个人。我操！我根本拦不住。没了吧？应该。你怎么不讲话？我操！哥被打了。哥。 最后一个，我这个废了，救人，救吧。你看看草丛有没有？打一下，打一下。三个出，我操！他们为什么？如果这是我大号多好，如果这是我大号，我操，这他们已经被我们气。右边那个倒了，退去了一个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知道吗？喂。 职业哥，我操！我快堵住了，堵住了！跳窗！我救！他滑了，他老他好多刀，他。 我操，这些人锁吧？200级，带了一个大师。我真感觉是锁，我操！